听说，你们家最疼你的是你的外婆。没错。跟外婆特亲。因为什么呢？我爸妈呢也是演员。我小的时候呢，他们跟着剧团经常巡演。我可能是在3岁的时候吧，可能一直在我外婆家长大。后来呢，就是长到了9岁以后呢，就去了团里这样子的。今天我们给你带来的不是你的外婆，吓我一跳。但是我们带来了外婆想对你说的心里话，我们听一下吧。这个人话说不平啊，我也很爱他，小孩子他有自信，没有自信学不到这个样，所以我就很爱刘总。常常给他拿来，我有点想你，那边没穷啊，常常都说的找我来，我可以吃老人部的大锅鸡。我很想你，很想念你。你啥时候有时间也能来看看我？我就不想你了。其实我从小和我外婆的感情是比较深刻的，因为毕竟从小一直在她家长到大这样子的。对，刚才姥姥的口音可能有点重，我再选两句给大家复述一下。腾腾，中国柔术女王刘腾，18年来一次次的向人体极限发起挑战，刷新了数项吉尼斯世界纪录。柔术对于他来说早已融入血液。